抓住木叶丸。我也新出了一个模式，由于玩的人比较少，只要和朋友同时开始可以排到了。规则就是木叶丸隐身去吓小旗班的成员，但是要躲避他们手中的手电筒照一次，而少一条命，一共五条，明白了吗？行，懂了，哼，简简单单。吓别人的同时，也等于暴露了自己的位置，所以我们要珍惜每一次机会。我都不知道死字怎么写，你跟我走，安宁肯定在下面。那行吧，真的假的？假的。那我可不跟着你了。哟，你们两个还搁那唠上了？就是现在，二杀。啊！我走了，老人救救我！就是我这两个人，你跟我走，我就求求你了，这次一定跟着你。那行吧。安宁啊，你给我等着。哟，行啊，吉祥王，你挺狂是吧？跑来跑去的也没什么意思，教你们玩个脏的，我们故意露一下视野，这几个人就会都靠过来。看似跑不了的是我。我又倒了，老严，老严，你一定替我报仇啊！阿宁，你很牛是吧？你也就现在装一下吧。真的吗？只要我一时兴起啊，我就能马上认错。给个机会，给你个机会吧，替我营业。我手机也能玩电脑游戏，点一堆开视频，只要有我，免费玩。太不好听了，不行。滚蛋吧！我再也不信你了，广告费分我一半。